就是你那时候我妈收钱，我妈跳楼自杀，你知无？就是你害死我妈，你害死我妈！讲袂听，我送你去找你老母，找死啊你！一个扮鬼就天啦！做人为什么这么坏？哎呦，这位敢是姓强？八哥，听到你好我这句八哥，我的起码自动叫起来。想袂到你还二年底，我这个老朋友啊，还是讲这位是我的细汉的，唔知影伊是倒位甲你得失着啊？我是看到你的细汉，对这少人起行动手，我惊出代志，拄啊出手甲动起来，还是谁甲你计谋啊？臭小鬼啊！这位是秀发集团周信强周董事长，是你应征的。下西下井，回信呢？周董事长，我目睭无，我该认出来。是的，我只是做公亲，你无错噶。只不过，你的细汉呢，甲这少年代志还未解决。威龙信贷是我的公司，这张叫做乌合。是讲，信强啊，咱两个拢是咧做大事业的，常常互人来抹黑攻击，你嘛知嘛？啊，若是信用去受到影响，说明来保护家己；啊，若是以后生意无落做，是啥物赔啊？这家不是。少年人唔捌代志，而且你的细汉嘛甲警告过，你一个大头家为难一个少年人，安尼无好看。你哦，惊狗屎运啦！信发集团周董会替你来出头，恁爸今仔日就袂甲你计较。另外，你也是过来乱啦，恁爸绝对有你好看。以后做代志莫叫恁冲动。这是外宾品，有需要到三江的，随时来找我。多谢。哎，信强啊，你这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做面子给你，结果你用话把我的嘴塞起来。这嘛你搁要哦，这个少年来做靠山。啊！一个路边的人凊彩讲讲的，你抓住当作我咧做乌的呢啊！请假自清，假使你的公司是正牌经营，就算我人要甲你攻击，同款找无空房干。姓强啊，当年迄桶金你敢真正赚了真心，敢一点啊亏欠拢无啊？这桶金是我出生入死，拼死拼活赚来，无偷无抢，我有啥物通好亏欠的？拼死拼活，应该不是干那你一个吧？应该有饭的老母，也阁有另外一个兄弟，对无？你今晚是不是在想讲为什么我会知？真简单啊！你的好兄弟彭耀武甲我讲的啊。伊讲我去耀武的办公室找伊啊，吼，真气派！耀武这个董事长坐大位呢。然后伊甲我讲啊，当年恁三个兄弟啊，踮咧帝君面头前插香来结拜，只不过三个人去，两个人回来。现在你跟姚母在这几个月这么好，
但是想到这个无缘的兄弟，敢讲你袂感觉心酸酸？老母甘愿死嘛，无可能甲当年的秘密讲出来。发哥唔知伤心的复原，向老母探听消息，伊阁知影偌侪真相。老母一重感情，我相信一定无讲阮的心情。当年鬼用乌食乌，害我兄弟牺牲，这对我个老母来讲是一世人的痛。也毋过阮有亲人爱照顾，日子同款爱过，所以我个老母决定要尽忠，阿你才袂愧对阮牺牲的兄弟。我相信我兄弟在天之灵，看到我个老母心怀这样成功，伊嘛替阮感到欢喜。拄仔你问我，是毋是感到亏欠？我真悲伤，也毋过我问心无愧。好一句问心无愧啊！这件代志若是社会大众知影，毋知影哪想啊？你有威严啊？无，我无遮戆啊！这件代志若是你也惹出来，凡事连我都要做坏事啊！其实我意思是讲吼，咱是毋是会当转去像较早同款合作的关系，把这个秘密收掉？莫互任何人知影。看起来发哥唔知道真正内情，阿老婆也要求唔敢那是安尼。我想讲哦，要换一个新的办公室啊。林信发集团有一栋商办大楼，我非常喜欢。归期你就给我一个优惠的介绍俾我，就当作是咱重新合作的开始啊。我会当考虑看卖。这是我的妹子，哪里我等你的好消息咯？我都无耽误你的时间啊，我先来。啊，是安那发哥也知影这个消息，啊，伊到底搁知影偌济？我咧想，消息来源就一个，就是鬼王。只有鬼王知影是咱三兄弟甲伊做的交易啊。鬼王，是讲这发哥是这两天才来找我的，安尼可能代表伊是最近才听到这个消息。啊，敢讲伊甲鬼王搁开始联络啊？啊，目的到底是啥？这我不清楚。要讲今麦发哥，伊希望我能用较好的介绍，卖信华的办公大楼。假使伊若知影静辉跋落山间的真相，一定会拖我大条的。我就看下面，伊安怎做。雷锋啊，啊，拄则那查甫人是啥？伊谁人跟你做伙饮酒啊？你若是要讲这有诶无诶，你即马就哪出去啊？啊，雷锋，你先莫生气啊！啊，就是因为我受过以后，张若元，你爱知影，伫了我身躯边诶人，毋是做大事业，就是伫要做大事业诶。你若是大家见面，哪会讲这五四三诶？那恁今仔日是咱最后一次联络。我知影，那恁咱即马就来讲正事啦。你是想要问我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即马进行到什么程度啊？已经完成90%，即马甲咱剩最后一关哦，拄到一寡麻烦。也毋过，我嘛已经找一个专家去处理啊。真好。只是这个专家讲，钱不是问题，我是希望大家能赶紧解决。等这个任务来完成了，我敢能向你讨一个小小的礼物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看了啥呀？别跟我讲。
就等，你来伫遮。是啊。敢是我看唔到？司令，周正强，这个司令的行为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代替你的一切，你就等来看。拄仔迄个人敢若是跳江加浪，也毋过我应该无熟悉伊才对。真正是我看唔到。老师，我心情高哦，干嘛看你哦？你把酒进来呢？这是信公特别对日本要带来送我。这可不是我送我雷锋的鱼缸，所以进前雷锋确实在这，我无看唔着。雷锋，我顶个月日本买回来的鱼缸。你先放无去啊！你哪会知影？我规间厝拢找过啊，啊，不过就是找无啊。我捡到。你怎啊捡到啊？多谢你呢，我将这丢给的，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我替你挂起。好啊。去到位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要问我？你认为我还有什么秘密问你？你敢不知影，我伫倒位捡到这个耳钩的，不是伫厝的哦。你敢会对我讲实话？我敢不应该对信强讲实话？雷锋，你是我的母，请我继续信任你。信强应该是有看到我，才会安尼吗？你伫咧俱乐部内底捡到对无？昨昏黄董事长夫人叫我去饮两杯啊！哦，我搁拄到姚母啊！你拄到姚母？嗯。我昨晚冇过去，我哪无看到伊？应该是你到位时阵已经走啊啦！你来，我嘛无拄到你啊！啊，不过我甲黄夫人坐一下就离开啊，差不多是。九点离开的。九点，我差不多迄时阵到的。原来昨暗雷锋是真正无看到我，一切拢是我想伤多啊。我是想讲，就是普通朋友开讲一个尔，所以无甲你讲，你也袂生气吼。你拄则用这么严肃的态度问我，我真惊一个呢。啊，是讲你有怀疑我伫咧外口做啥物唔对个代志啊？歹势，是我家己想伤多啊！我根本唔知影呀，你会去俱乐部？莫讲歹势，你拄只安尼哦，我真欢喜，因为表示讲你真要紧我。